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专教授。嘿、hey, ，头塔又来了，也、不能这样说啦，因为这个刚好是我卖掉的车，卖一两个月而已。有一天他回来说，他的节车计算器怎么没有电？我去看一下，后面插头掉了。我说他插了的话嘛，我说OK 了，没问题。可能小朋友拔到啊怎样就掉了，就插上去。他说，可是有一个异音很奇怪哦 ，AC 一关掉，声音就不见了；一开了，声音就出来。我说，那什么鬼？那一天我有稍微弄一下，就还是不行。然后我请客人把车留下来抓一下到底有些异音。那异音我觉得蛮神奇，就是一个是像共鸣，有没有？好像插上去要怠速这样，吭啊的空那种麻麻的声音，我不会讲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们就是把它抓出来就对了。来哦，我可以让它变不见哦。三、二、一，不见。三、二、一，出现。我以为是鼓风机，有没有？东西发动啊，依然的，啊那啊那，哐哐哐哐哐哐哐。关冷气。没有。没有，你说错了，关声音。现在越来越明显。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我住家别个档位搞，A档一样有，空档一样有 ，D 档一样有，手刹都放掉。感觉前面挡火墙那边，感觉好像在里面呢、啊。所以我怎么那天跟你说不是鼓风机的问题？你看，关掉了，刚没那么明显。刚冷车是没有声音的。Google 查一下，这样听说是通病。那里面的挡火墙拆开有个铁片，它震动，听说是这样了。我们怎样？那边都矿埋，继漏水之后的一个小东西。它有时候像正常，突然就正常了。它会从小声变大声。对，好了，先来去刷车好了。啊，这把声音有点吼。有。很大声的，又变大声。马库更大嘞，有声音嘛吼，马库。我刚把这个拔下来，我想说有没有什么松动，看看也还好。好，假设有电台有音乐，你听不真的听不到。啊，这不就是我们常讲啊，有一声音，就盖耳朵盖起来，放大声音。对，也不能说客人没有听音乐才听出来，不能这样说。如果是我的车，我也动没掉，你也就缓嘞。主要是它很烦，它时有时无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又没了。啊，你现在只是拆这一块，因为我在拆嘛，这里会嘛，不然就是挡火墙那边。来了。还蛮期待他来的哈，因为我们在拍片的，不然是不希望他来。再音响把它拆出来给你看吗？可是应该不是音响，上次我们有手尾啊，音响用手就可以拔了。你再不来，我整个都下来了。我跟你讲，里面也没什么啊，里面有什么？可是现在又没。你下了，有啊，有所以跟这个没关系啊。啊，如果今天找不出来，解决不了，我就只能上他耳塞了。有没有啦？开玩笑了，不可能的啦，有声音用吹掉的。好，里面感觉到蛮正常的。我们先拆挡火墙那边接合处，就像我们那个吸烟塔有没有那个铁块，它会动。那怎么拆？你刷跳起来，赶快啊！头皮绷啊，跳起来，拆就对了啦，不用怕。它有一个盖子嘛，盖子拔下来啊，这个好十四号的螺丝母，老西老木，那这样就起来了。引擎盖打开，等一下，因为它这个。刚我在外面拔不到，这个有时候会比较不好拔。如果真的卡比较紧啊，用这边稍微敲一下。哎，有时候如果这样压，有没有它不会动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动了嘛。如果不会动，就多压几次，让它你看你有没有看到左右晃动了？晃动就可以拿起来了。拆嘛，免惊了，跳到地方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车是十二代的 Artis。对啊，十二代 Artis。哦，这车应该蛮新的啊。对啊，就是新啊，可是刚好。过保护。为什么敲起来好像会麻麻的感觉哈、啊？里面听一下。哎呀，现在是没声音的，里面没有声音。我还没有摸到会动的东西耶，就这个应该不会啊。这个不会那么大声吧？那这个。很软，不像刚那个敲击一样，而且它这个敲没有声音吗？是不是没声音？目前是没有，先把它装回去。刚刚有一瞬间有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车还蛮神奇的。那前面没有，就是里面，真的要把中控台拆出来了。
我把手套汤都拔掉了，可以拔，我都先拔掉了。声音出来了，他压着啊，还在。这边不会震啊，他整个都不会动啊。这里震的很大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个东西吐起来的话嘛，因为我们以前会这样抖嘛，会这样震动嘛，所以就这样，我刚好敲到就会震动。可是看起来这车都没怎样啊，是不是要去拿听诊器？医生，哦，好，你要内诊吗？卡森来，泰山，这差卡森哎，阿舅好听不？好了，又没声音了嘞，我已经把这个拿来了，有没有？准备要内诊了，说啊，就没声音了，最困难就是安尼了，真正要用的时阵，啥物无去啊？我唔知咩个意啊？车冷掉就没声音了，你打洞啊？有欸，我吐在家有声嘞，你听，它是一个震动，麻是从这个边麻出来的，就好像是鼓风机在转的声音而已啊。这边家里吧，因为我手里刚刚有吧，吐着红胸，我电机关掉。你这边蒙家的刚刚有的震动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啊，现在没有打打打，啊就没声音了。没声音，我在打打。对啊。哎呀！没有东西耶，我在猜啊，是不是冷气进来那个管路去扣掉车身这条？伊今麦这个接头某个角度叫招精呢。啊，你一听声音，我把它拨一下，看你身边会不会不见。刚靠到有一个角度，我不知道什么角度，反正它声音是不见了，所以有一度不见了。不然我看看看，你听听看。好啊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三。不像哦，没有差嘞。我们腾内还有阿迪斯吗？我们要试一下那一台。试啊。耶，修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修的？怎么修的？我讲啊，把你埋钥匙，要不要换汽车总成比较快？一干油哎！我先往前一点啊。这样有？这么撸啊？现在不用，关掉，对不对？还是有。对，打开。又不见了。厉害是它会不见，它会自己不见，然后又会自己跑出来，出现声音的。统计起我一次。哎，不去啊？吴小敏，好吧，试不出来，看我怎么。车主这边有去稍微弄到，好，在这个声音之前呢、啊，底盘就会露掉。阿是咪拄着较有声，阿、啊、是讲我这有声，我嘛唔知啊。看无物件嘞，在看，咩样弄？看起来都很正常啊。而且这是塑胶的，不是铁的，不可能有那个那么强的震动的声音。这次有改装过了，超大只的房间感都快有，这个。就很大声啊，打到档就很大声。我打到起安尼啊，麦克听啊，麦克听你吐的，伊就吧。就有啊，啊，不过你讲是不是去卡内底无一定，因为迄声会传。第二看是倒一个所在无固定。你帮我把风叶啊捡起来，风叶本身就无啊。但是有一届啊，不管有开风无开风，无开风嘛是讲。啊，因为这会当运转的所在就是。就刚。鼓风机，有无别行啊？啊，所以你这下吧，有可能是鼓风机，啊，声都无一定是这啊，因为鼓风机运作一定会震动。你听到没有？无，我拢还没听啊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原来这么的优秀。我鼓风机拆下来，没有什么异状啊，只剩这个会转。你那个你有拔起来干吗？哪一个？中间那个，没有啊。因为你发动的时候，这个都不会震动。
它有的时候不是麻，没有这么会麻的啦，麻到这里菱角就坏了，因为怕下面这个会去敲。我觉得这个是珍珠板，这个只能这样试的啊。最后引擎下来就好了。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。我肯定去开过，我鼓风机拆过啊。有啊，是有啊。有啊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了。现在找不到原因了。你在开完全民声音，我刚好试过了，来，我试给你看，停下来，空档，你看哦，有声音哦，来哦，油门，只要我油门补下去就不见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南港的头塔，我们先去问头塔是怎么样，声音是确实存在，不管有没有拆，它就是存在。这么新的车，对，还不到四年。我之前小红也是车上一堆这种声音，可是你会觉得，因为我老了，我觉得合理啊。可是你觉得三四年的车这样不行啊？好，不要不见哦，拜托，不要不见哦。通常都这样，我看到医生就好了。进去医院就百病前五。好，进来了，给不给拍我们也不知道。哎，我们来投塔了，服务专员说留着让他们检查一下。反正检查到时候他一定会跟我们说哪里坏掉，我们就知道了。那如果都没有，没有坏掉也是要由他们说这是正常的。假设他们说是正常的，那我才可以跟客人说这是正常的啊，我没有协助去拆或者是干嘛的。对啊，不要说我们就一并把它丢着啊，没坏代志啊呢。我们不会这样做的，最少原厂机背书嘛。它要顽固啊？不知道嘞，留个两三天吧。如果是通病，他们可能就知道哪里有问题，马上跟你讲说哦，那个什么东西换掉就好了，还是说哎。那一个东西固定就好了，他们专修这个应该很厉害。好的，那就等他们弄好，我们再来看。耶、yeah, ，先回去了，拜。好家仔，不几步的，结果哎，我们还是突然想到，这个车还是回去给原厂看一下好了。他一开始说，哎，松掉，说好就好了。热水阀把它固定，那个应该是我在猜，热水阀可能就是像咱当初你用安尼去固定。调整技术啊，别固定安怎话。好了，换个角度想啦，工人我做得好啦吼，大家拢卖做，听个几堆耶。所以以后有开托塔第十二代的话，有这种声音的话，就不用乱拆了，也不用再花很多钱去用，把那个调整一下就好了。确定吗？现在都没声音了。我刚热车了一下，也没声音了啦。重来，插把库。对，没声音。对啊，很正常。没了 ，AC 开，乖。冷气，冷。没声音了，人家讲的通病，结果不是的。对，我们没有抹黑头的，头的还是帮我们处理好了。以为是那种通病，我们是哎可以抓到，我们就厉害了。有些人好像过坑洞会哐啷哐啷哐啷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怠速就在抖了。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冷气热水这边，它可能里面要调整一下。哦。接着你修最低比，哇，热水阀进去啊，里面可能垫片什么固定好掉。嗯。但是没声音了，可能就是震动引擎，尤其引擎用到它就会空气一样哦，声音就明显。哎呀，难怪我们在堵着那个风箱哇，就是中间那个风箱的部分啊，震动很明显，就是穿打过去的。好，没问题的，然后就也可以交给客人了，弄不好就完蛋了，我要送他耳塞了。下一台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大家知道怎么处理。这边的片头就是塞进去，工人收钱再干单。好，今天分享干你的单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我当红人。我当掉，大家不要当，大家要送他跳是吧？Hold on, best is what suits you. 你看我刚下意识摸到这个就去拨，看那个暖的，你在，这位先生，好，这边就起来了。五花命。